想谢谢大家。然后其实我跟我堂哥就是爱乐莎合伙人，一直都在积极的想要把这份爱跟理念传递下去。所以明年爱乐莎会有新的转型跟展店的计划，会让。会卖汉堡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应该不会吧？什么意思？还是你想要联名？不是，我觉得就是有新的一个新的发展改变哦，那很好，很期待啊。可能会在可能台湾不知道会可能会更拓展出去，哇，会让更多人有机会跟方便的吃到爱乐莎，然后吃到可以想念成的方式。其实现在可能要做网络上的通路哈，多一点大家方便可以买到，可能会有更多的电商啊，电商或是店面对。目前有这个新的计划，刚好今天知道，然后就马上分享给大家。爸妈也带到几号？到8号嘛，对。会去九份。哦，九份啊。对，会去九份。酷哦。对，带他们去走一走。我们喜欢吃藕盐。就关心我好吗？入伍后不？就是要好好的过生活。他们昨天有特别去，就直接跟我探班，他们有来民视探班，看他拍戏。拍戏。哦、是他们自己第一次看你拍戏哈、哦？对，第一次那天我们福音餐会就播了一首金城秀妹一首 MV， 哇，哭到我原本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哭了啦，就因为一直拍戏嘛，然后又开始忙碌自己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比较没有那么大这种崩溃的大哭。你那一天等于是整个释放这样？对，整个大就感觉好像是一段时间又忽然大释放出来，然后他就马上抱我，他马上冲过来抱我。晨晨跟彤彤他们的这个爱的这个印记，这个记号是77嘛？对。那金城兄妹的这个印记其实是3个5。五。对。然后今年的5月5号刚好是礼拜五，对，就选在这一天，然后发行我们的这个特别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张迷你专辑，世界唯一一张，世界唯一一张迷你专辑，不是有12首歌吗？啊，没有12首歌。其他的歌目前不会，暂时不会。要暂时要发几首歌出来？4首歌，先发的是。OK。连 MV 都有。对，连 MV。哇。都有。其实提到晨晨，就是一个开关，太深刻了，那个开关。其实我到现在就是那个开关，我现在还是要 hold 住的，不能随便的完全打开。真的吗？真的没办法完全。还是要 hold 住。需要时间。我问妈妈说：“我说那个陈弟会不会有出道的可能？”妈妈就在笑。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还蛮帅，是很像哦，然后也很会唱歌，对，他们都很爱唱歌。小弟还好，小弟是那个发型师，对，我看他们拍照摆 pose 还挺明星的。大弟很像，他其实就是默默的都是爱情的粉丝。哎，我觉得这样，我突然有个案子，叫那个两个弟弟来参加海选嘛，我来听听他的声音，搞不好可以。他们唱歌好听吗？搞不好可以训练。阿金有鉴定过哦，唱歌好听。爱翔唱那个粤语歌特别厉害。不过说实在，他有那个型，他的型也很好。赶快签，对，赶快签，老师快点签，我跟你讲。不签就会被人家签走。对，快点！我觉得现在是好机会，因为你现在跟那个爱家人混得最熟，就你了。那个子红老师、志平老师抢不到，就你了，抢不过你。就先赢。先赢。好吧。先他。那就走唱跳歌走路线。那他可能要先减肥。要先减肥。先。